第二十四题，当两个铬酸钾加硫酸生成一个二铬酸钾加水跟硫酸钾的化学达到平衡时，再加入浓氢氧化钠溶液后，反应的巨关现象变化为下列何者？我们看到呢，这里加的是氢氧化钠，会跟这个硫酸呢酸碱中和，所以使硫酸会变少。根据我们勒沙特的原理，取有余补不足，多的送人家，少了向人家要，所以硫酸变少了向人家要，所以反应会朝左，朝左就会使我的铬酸钾的数目增加，黄色会增加，所以它会变得越来越黄色。所以第二十四题问我们说，反应的巨关现象变为化为下列何者？我们答案选的是 B，溶液颜色渐渐变成黄色。